我今年不牵扯旁人，包括张平，母债子偿，全心第一。玄机不能就这么白死了，我要模仿他的笔迹，写封谢罪书，把当年的真相公之于众。这是玄机的手稿与私印。 大人，这可是作伪证啊！没事的，下去吧，我还要练他的字。 虽是伪证，却也是事实。父亲的清白，我必会公之于天下。老兰大人，虽然还没查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您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但我一定会努力查明真相。江兄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要回想找师父。 可是马上就要科举了，你不想进大理寺了？不查清此事，进大理寺有什么意义？你是要模仿玄机的笔迹？ 伪造书信，我要以他的口吻写一封谢罪书，让太后跟圣上认定他在临死之前，在杀手的逼迫下坦诚了所有罪行。裴植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欺君？欺君也不是第一次。郭宇、龚玉珍我都做过，更何况这一次是为了我父亲。 之前你对付的都是朝堂上的对手，但这次势必会牵连无辜之人，你真的下得去手？我尽量不牵扯旁人，包括张平。母债子偿，全心第一。你可知道当初他还是个孩子？ 这笔账你怎么能？回意已决，若是挚友，便别再规劝。十日之后，来取谢罪书。为何我总是写不出玄机的字？